谁想来冒险啊？是说啊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你要学习换个角度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要学习换个角度。当然，感受我的怒火。这一次你赢了。谁想来冒险啊？你好啊。那当然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
想用剑跟鱼打。要做什么？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！哈哈哈！来跳舞吧！我没有跳舞的。我大哥有，我大哥有。真是恐怖的错误。师叔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荣耀是什么？我是来抢钱的。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。来冒险啊！那当然，你要随时换个角度。谁哟，得进来。别想用剑跟鱼打。那要输了。哎，写着你的名字。我要大家大家不怕
看看。你在拖什么？我要炸呀炸呀，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不能拍啊，等会儿。